一个是关闭球场，再来是教室断电，根本就是耍剑招，阻止我们参加比赛。如果我们偷偷去打开保险柜偷看考题，这样我们就能打败齐班了。我赞成。你觉得我应该要爱我的同学吗？当然了，你们是一个 team。 教练，三立多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间10点，高校英雄传，酷酷不酷电子锅。